芝麻，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犀牛，我是爱玩游戏的陈怡姐姐。这里有好听的故事，好玩的游戏，还有好看的节目哦。如果你是喜欢听故事或者是做游戏的小朋友，此刻一定不要错过哦！锁定《英雄出少年》，精彩马上开始，出发来吧！圆明园里铭刻的思索，祖国是黄土坡上山路的曲折，祖国是昆仑怀抱孕育的宝藏，祖国是运河两岸无边的道河，这就是祖国，这就是我历经沧桑美丽富饶的祖国。祖国是马头琴中流淌的清澈，祖国是热瓦府上迸发的炙热，祖国是酥油茶里溢出的温馨，祖国是海外游子跳动的脉搏，这就是祖国，这就是我魂牵梦绕命运与共的祖国。祖国是白发老人栽种的小树，祖国是黑发后生创造的蓬勃，
祖国是地球仪上绚丽的曙色，祖国是中华儿女不落的壮歌，这就是祖国，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生生不息的祖国。祖国啊，我是你巍峨大厦上的一粒石子，我是你滔滔井水中的一朵浪花，我是你无垠土地上的一片泥土，我是你连绵群山中的一个褶皱，我多么爱你啊，祖国！即使我是深山中的一朵野菊，我也要献出自己的芬芳。即使我是原野中的一棵小草，我也要长成美丽的碧绿。即使我是小溪中的一股清流，我也要放声歌唱，歌唱我日新月异、展翅腾飞的大中国。同学们，小朋友，你们好啊！又到了英雄出少年讲故事的时间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大黑狗》。哦，大黑狗，狗是怎么叫的？谁会？汪汪汪汪，对吧？大黑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讲黑色的狗狗的故事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一天，霍普家门外突然来了一条大黑狗。哇，霍普先生最先发现了它。天哪，霍普先生大叫一声，他丢掉了手里的烤面包片，赶紧抓起电话报警。喂喂，警察警察，你好，我们家门前有一条好大好大的黑狗啊，像大老虎那么大。哇，狗像老虎那么大，会吗？警察听完了之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霍普先生问，我该怎么办呢？那你就不要出去呗，警察叔叔这样说了，然后呢就挂了电话。这个时候啊，霍普太太起床了，天哪，他也吓坏了，打翻了一杯热茶，他赶紧找到霍普先生说，哎，你知道吗，房子外面啊有一条大黑狗，像大象那么大。啊，又像大象那么大了？霍普先生说，我知道啊。霍普太太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啊？这样吧，咱们把房间里的灯全都关掉，然后呢他就不知道房子里面有人了，怎么样？哎，这好像是个好办法哈。就在这个时候呢，艾德琳起床了，天哪，他也吓坏了，扔掉了手里的牙刷，赶紧跑到爸爸妈妈的前面说，你们知道吗，房子外面有一条大黑狗，像霸王龙那么大。啊，已经变成霸王龙了。霍普先生和太太说，我们看见了。那艾德琳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呀？把窗帘拉上，这样呢他就看不见我们了。哎，也就是说现在呢房子的窗帘全都拉上了，灯也关掉了，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时候啊，莫里斯起床啦，他说，天哪，他也看到了大黑狗，他都顾不上自己心爱的泰迪熊了。他急忙跑到家人跟前说，你们知道吗，外面有一条大黑狗，有大怪兽那么大。哦，艾德琳问，什么大怪兽啊？莫里斯着急地说，你们别管了，哎呀，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一群人带着哭腔喊道，赶快躲到被子里面去。哇，一家四口就这样在被子里面瑟瑟发抖吗？霍普家里最小的孩子点点觉得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也就是他是这个家第五个小朋友。他问，你们躲在那里干嘛呀？因为他看见四个人都在被子里。他们低声回答道，
门外有条大黑狗。啊，你们好傻呀。点点说道，就打开了房子的前门。大家惊叫道，不要出去，不要出去，大黑狗会吃掉你的，它会咬掉你的头，它会啃碎你的骨头。点点根本没有理会他们，就这样径直走了出去。门外呀，大黑狗俯下了身子，呼哧呼哧冲着点点喘气。点点对着大黑狗说，哇，你可真够大呀。好家伙，你在这儿干嘛呢？大黑狗啊就闻了闻点点。点点说，好吧，你要是想吃掉我的话呢，你得先抓住我呀。点点说完了就快跑了两步，他钻到了矮树林里。点点呢一边跑着一边在说唱着自己刚刚编好的儿歌。我去的地方你到不了，除非你能变苗条，这点你知道不知道？大黑狗听着他说唱的儿歌，也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点点飞快地跑向结冰的池塘，他穿过桥洞，滑过冰面，边跑边唱：狗儿狗儿肥肥，冰儿冰儿脆脆，剪不掉你的肉肉，你就会掉进冰水。哦，大黑狗啊，还是紧紧地跟着点点。点点呢，在游乐场里钻来钻去，他溜下滑梯，绕着椅子转着圈，他边玩边唱：你是大块头，我是小点点，要想钻过去，你还得再瘦点。哦，大黑狗啊，还是紧紧地跟着点点。点点呢，这个时候已经跑回家了。如果你跟我回去，你会知道他们为什么躲了起来。说完，嗖的一下，点点啊，穿过猫洞回到了自己温暖的家里面。没错，点点的个子啊，就是那么小，他穿过猫洞就进到了家里面。现在呢，大黑狗好像也变小了哦，它也从猫洞啊，钻了进去。为什么？因为点点之前一直在带它减肥，对不对？一直让它跑啊、跳啊、做运动。那一进房间啊，点点一把就抓住了洗衣篮，他大叫一声哈，用篮子一下就扣住了大黑狗。这个时候啊，一家人不再躲啦，都探出了身子。霍普太太惊叫着，啊，你竟然没有被大黑狗给咬到。霍普先生欢呼着，你居然没有被啃到。莫里斯大叫，你竟然没有被吃掉。哦，艾德琳问，那条黑狗呢？点点啊不吱声，他掀开了篮子。霍普一家人真高兴啊，因为黑狗呢不再像之前看到的那么大了，也不再啊那么吓人了。现在一看，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可怕。霍普先生说，大家呢都同意的点了点头。我们好傻呀，艾德琳说，只有点点知道该怎么做。大家呀都不出声，每个人都在想，点点怎么会胆子这么大呀。霍普太太称赞点点说，面对这么大这么可怕的东西，你真的是太勇敢了。因为没什么好怕的哟，点点呢一边说着一边走到火炉旁。那条大黑狗啊还跟在点点的屁股后面呢。这个呢就是大黑狗的故事。怎么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喜欢这只可爱的大黑狗吗？好啦，同学们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节目精彩仍然在继续哦。Bye.
书包出发，第一次离开家，不做妈妈的小尾巴，我学着长大。叮铃铃，开始上课啦，上课啦，小嘴巴不说话，小耳朵听老师的话，仔细听讲，举小手回答，操场吹着口哨，阳光可健康，骨头上的文字里都找不到它的起源。有一种语言，它很丰富，阴阳赏趣中回荡着慷慨激昂，倾诉着温婉缠绵。这便是中国话，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中国话是如诗如画的表达。树索索而摇之，树索索而摇之，马嘚嘚而驰骋，马嘚嘚而驰骋。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逼真的描摹？落霞与孤鹜齐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水共长天一色。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图画般的美丽？春江潮水连海平，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海上明月共潮生。哪一种语言能有如此动听的节律？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哪一种语言能一语一透你丰富的含义？中国话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吐纳，中国话是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表达，灵魂深处的表达，中国话是中国人生命的呼吸，生命的呼吸，中国话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地结人灵，地结人灵，中国话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儿女，缠绵铿锵的母语，
缠绵铿锵的母语。那黄河的不羁和刚强是中国话，那长江的奔放和潇洒是中国话，那大山的雄武高原的粗犷是中国话，那江南的温柔水乡的秀雅是中国话。听，中国话正通过我的声音在联合国讲坛上响起，那么亲切优美，那么伟大有力。你属于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朝阳升腾的天地，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朝阳升腾的天地。我爱你，我们的中国话。Thank you.
时间。那今天来到我们游戏的现场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的主持人哥哥姐姐是谁呢？大家好，我是红果果。我是芝麻。欢迎你们。那在我左手边的是，大家好，我是杜月姐姐。大家好，我是倚天哥哥。哎，那今天呢，四位哥哥姐姐啊，分别带了两位小朋友来参加游戏。接下来，小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春怡，今年7岁，我来自北京。欢迎你。大家好，我叫康俊成，今年7岁，来自燕郊。欢迎你。大家好，我叫王佩琪，我今年7岁，我来自北京。大家好，我叫张天成，今年7岁，我来自于北京。好的，欢迎我们的四位小朋友。那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啊，名字叫做小象拔河。小象拔河游戏规则，场上队员分成两组进行拔河比赛，率先按下终点按钮的队伍获得1分，3局2胜，队员们加油吧。好，我们先请四位小朋友上场。好，拼体力的时刻到了啊，加油加油啊。不是这样子，哎，你们俩，对，哎，小朋友都准备好了吗？3、2、1，开始，加油。哇，是兵力敌啊。对呀、啊，加油加油加油！这有一个诀窍啊，要最好能够扭过身来，不要用这往后退的方式，要往前走。对，往前走能使上劲儿啊！我觉得他们这一局的比赛，最后就看谁的体力先耗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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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再用力，加油，用劲，用力，用力，好，漂亮，加油，加油，过去了，哇，好，快快快，快快快，往这边跑，来，看能不能够到红色按钮，快，哇，其实两边好厉害，势均力敌，势均力敌，漂亮，这个真是一个不光是拼体力，还要把握一个节奏，我们中间抓到了一个机会，所以迅速拉过来了，所以呢，第一轮游戏是。我们杜月姐姐和一天哥哥这一队，哇，暂时领先。好，那接下来第二局，大象们请上场，准备好了吗？3、2、1，开始！怎么回事？一场咋的了？我还没使劲呢。发生了什么？哎，我们还没使劲呢。发生了什么？谁让你们不使劲了？不是，我以为会有表现，这是比赛，比赛。所以现在，他一天哥哥连话都没有，觉得很耻辱吧？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很突然。那么两轮比赛下来呢，1-1，对不对？接下来是决胜局了。决胜局呢，我们是这样的，派出一只大象，一只小象，好，好不好？来商量一下，派出谁？我们派出男象和男象组合。哎，两边是一样的哦，很好，照顾女生啊。对，站外边吧，这样能露着你。来，是吧？中间在这儿，中间在这儿，过来，过来。好，准备好，已经开始较上劲儿了啊！3、2、1，开始！加油，加油！芝麻哥哥，加油！芝麻哥哥，哎，我来说一下，我来说一下，你来说一下，你来说一下，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力气小，不是你倒表不表演，突不突然，就是我们不行。好吧，好吧，那今天呢，经过3轮比赛之后，获胜的是红果果和芝麻哥哥这一组。那我们也要为小朋友们送上小礼物。好的，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整个游戏的过程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对。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也不要走开哦，我们接下来的内容同样精彩。哇哦！Thank you.
家就塑料，他全家为佛孝。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也想自己来体验一下的话，赶快报名参加我们英雄冲少年吧。没错，电视机前啊有很多有才艺的小朋友，那么怎么参加呢？哎，非常的简单，只需要登录央视少儿 APP 报名参加就可以了。哎，无论你喜欢玩游戏还是喜欢演节目都可以来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